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呃，星期一十三号，自从十号就这一个周末，三月十号，习近平全票当选为国家主席之后，整个全世界就乱、呃、乱套了，完全世界乱套。我们不知道从新闻上从哪个角度跟大家分享哪个新闻为好，因为在习近平当选之后呢，几乎所有人都看呃看帅他。 说中国完蛋了啊！这落在了一个毒夫的手里面，那习氏王朝诞生了，啊，习近平呢就是呃习习源头就是，呃，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复辟，对他是一种复辟的说法。当然，这个复辟的说法也好，呃，这个习氏王朝也好，或者说习皇帝也好，它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非常有趣的东西，因为它所展现的故事就是被习近平推翻的一切。 是当年七六年之后，邓小平获得权利之后，毛泽东死了之后，所建立起来的他的一套的共产党体系。无论无论是集体领导、集体谁也不负责任的这种所谓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的方式，还是习近平呃、啊，还是这个邓小平、江泽民的垂帘听政的方式，以及包括邓小平和这个一直到胡锦涛隔代指定。 指定接班人，所有这些东西都被习近平推翻了。而他推翻的做法呢，是把原来他们定下的规矩，适用于除他之外的所有中共高、中共权力体系当中的规范，这些人身上都适用的，包括更换班子、更换常委，包括更换总理、更换这个人大委员长，那都是按照规矩办的。唯一破规矩的是他自己。 啊，唯一破规矩规矩的是他自己，所以很有趣。他自己破了所有的规矩。那两届总书记呢，干完之后，他什么都不说话。干了第三届，两届主席做完之后呢，他说很感谢人民选择了他，信任他，他是这么说的：很感谢人民选择了他，信任他，委任于他，让他带领着整个中国人民要走向新的这个高潮。 那那你听起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对吧？所以是他个人破了中共的所有规矩，而其他人又按照被按照中共的规矩所这样的定位，所这样的更替更换。呃，这手活儿呢，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但是他他真正的颠覆了中共的政权啊，因为中共的政权的故事的本身的延续的过程，使得他。 使使得他自己转换成一一换位置，变成了共产党是他的工具，共产党是习近平个人统治的工具。那当这东西出现之后，你就会发觉所有东西都可以改变了。他我们跟大家解释过，看他宪法怎么改变。宪法听起来没有太多的说法，但是呢，通常统一的说法、描绘的讲法，就是说更加加强了。 呃，政府统治、政府管理当中的党的因素，集中统一或者叫统一集中，成为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五年运营过程中的最主要跟随东西。那集中统一也好，统一集中也好，那只会到一个人身上，就是习近平。所以，这个国家在经历过这个周末之后，就成为了习近平的个人。 而共产党呢，成为了他约束整个共产党体系、约束其他人的这种变化过程中的整个改变，整个一个工具。所以利用了共产党的东西，达到了他个人颠覆共产党的目的。这是这一次两会之后的我们看到的真正的东西。人们在讨论李强也好，谁也好，那些东西都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整个这一次的人大的故事是从。 二十大啊、呃，中共二十大到了这一次的人大第十四届啊，第十四届人大到了这一次人大，它是一个完全转型，就是习近平完全夺权的过程，利用了半年的时间，十月份到今天的三月三月十四，三月十二号吧，他整个就做完了。结果到了今天上午，刚才我刚要做节目的时候，华尔街日报跟路透社传出消息。 习近平将在一周之内去见普京。习近平见完普京，即刻再去见佐伦斯基。是习近平自己出来的，所以习近平自己要建立自己的独立的习氏王朝的风范，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操刀，亲自亲自下场，亲自搏杀。所以他首先在俄罗斯跟。 乌克兰俄乌俄战争这件事情上，他要充当协调人。如果他充当协调人的话，如果无论他结果是是什么，你很明显他在跟今天的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社会之间出现了一种对立的力量。我们不好说是正，我们也不好说是负，它是一种对立的力量。因为整个故事，西方社会是一个故事，那中共体，那习近平一直。 退在后面，啊，西方对他今天的美国社会也好，欧欧洲社会也好，对他实施中共实施一种一种完全绝对的对立的方式，甚至不惜停下在乌克兰的战争，要转向对付中共。这个时候他出头了，也就是说，他借助共产党把共产党政权颠覆之后，国家成为他一个人的时候，他自己突然又出现了。 所以、嗯、我们不好说，不好说它结果是什么，因为现在没有人知道他要干嘛。人们通常的评论还是按照原来共产党那套体系的评论走下来的。其实，你看看习近平的，呃，前就是前一个五年，再前一个五年，他走过十，他走过十年了，基本上评论是类似的。甚至当你走到看看胡锦涛当时的故事，评论都是类似的。所以现在的西方的。 特别是一些左派媒体的评论，呃，我眼睛里失去了价值，有点像，有点像这个新华社，有点像中共控制，就是独裁体制之下控制的媒体，它都是一个稿，一个一个方向，一个偏稿。但是你细看那些人呢，是同一批人，延续了这么长时间，所以他把今天中共的变形呢，他没有认为太多的变形，他认为就是毛泽东的重复。 啊，习近平是毛泽东重复，呃，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不好说，完全不好说。所以这是在两会当中，我以为这是他完全达到目的。但是呢，呃，魔鬼统治世界，呃，在我个人眼睛里，就在这个环境中就开始崩溃魔鬼统治世界在崩溃。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在西方社会，美国的在习近平宣任主席的同一天。 美国的大银行，它就叫硅谷银行，实际是美国非常的，就是它在高新科技风险投资方面是数一数二的大银行。它同时是第一个西方银行来到中国大陆与共产党合作，应该是在深圳啊，与共产党合作出现的第一个西方银行。 结果，他在所有包括他的资产也好，包括他的这个整个运营也好，所有都相对很健康的背景之下，只是因为一个现金流动的问题，一下大概三十六个小时，满马满打满算三十六个小时破产了，完全完蛋了。那完蛋之后，这是震惊整个西方社会的。结果在星期到了星期日。 啊，应该说星期日和星期一的早晨，美国连续另外两家银行倒闭，就是面临倒闭，其中一家银行已经倒闭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第一人民银行，这是今天有可能马上倒闭的，因为在做节目时候早上还没开盘呢，它的股价已经下跌了百分之七十，然后在芝加哥，在美国的各地早晨排大队在领现金。 人们害怕，人真害怕，因为它的造成的原因就是挤兑，而硅谷银行出现的问题是因为挤兑。人们出于一种恐慌的心态，从上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就开始疯狂取钱，就给它取空了，取虾米了。它的资产，那家呃硅谷银行资产将近两千亿，就这么不到四十八小时就完了。 然后第二家银行呢，叫叫什么签字银，叫什么名誉银行，都没经历过一个礼拜，就是他星期六到星期日就完了。星期日的下午大概三点多钟，美国政府宣，美国政府宣布接管，就是政府接管呢，它有政府的银行的保险那么一个相应的一个法约，而这个法约的目的呢，是为了保护这个储户啊，保护储户的那。 美国的政府监管机构立刻出手，就把那家银行接管了。接管完之后，大概四个小时，我们现在看到第三家银行面临破产接管。而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呃，这个拜登正在向全国发表演讲，说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誓死捍卫，说这意思，誓死捍卫投资者的利益，国家出手。 要去保护所有储户的储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家出手，在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支持的背景之下，去保护投资人的投资，那国家哪来的钱？国家哪里来的钱？这些银行是 cash flow，是他现金出问题，他现金没有钱了，国家从哪里拨钱去给银行？ 如果国家国家出钱给银行，这些银行都成为了中国人民银行，都成都会隶属于类似中国人民银行一样的那样的机构。这个机构是谁？这个机构是白宫。所以借助这个机会，今天的，呃呃，今天的拜登可以一步进入社会主义。你看起来作为老百姓当然高兴了，因为我存的。 三块五块的不至于丢了。当你把钱拿，他保证你取走的时候，政府的这种这种做法将立刻演变成：国家是今天政府的，政府成为了主人，而不是服务者。所以，政府将一夜之间成为了中南海，因为在西方就是钱，一切是以钱作为衡量的。那其他的文明以。 文明也好，这也好，那也好，都以钱。今天的社会都以钱为基础。我们并不清楚，就说今天的西，呃，今天的拜登这么做法是否 OK。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西方社会的，我与我眼睛里愿意看到它的一种一种报应。第一家倒闭的硅谷银行是完全极左派的银行，它支持黑人命贵。 他支持动刀动枪，他支持他在有关气候叫世界气候什么这个那那个的能源的这种绿色能源方面投入了大笔的大笔的金钱，这个钱上哪了没人知道，而他与中共又又又是第一个最佳合资的，而当初的二零二零年的黑人命贵就在他强烈的金钱的支持下出现。 呃，这是何青莲女士通过她自己的研究，我们会，我她她她得出了结论。她说这是一个很令人吃惊的东西，所以你看起来她很健康，但是她被就是被某种力量瞬间就给推倒了。所以我硬硬把它愿意看作是美国社会开始出现大转型，西方社会大转型，就是我们讲过的，呃，左派的势力在崩溃。 跟天灭中共、跟共产党的体系，其实在时间点上是有着同样的一个时间的概念。呃，我坚持认为，习近平把习近平把中共政权给颠覆了。那习近平个人会怎么走和如何来摆放共产党的位置？那我们要要要看时间喽，要看他做什么。他做过的事情是颠覆了共产党。那我们现在看到是西方左派的。 崩溃，钱一没了就全都没了。那另外一个很很令人呃很感触的就是昨天晚那天晚上的奥斯卡，那杨紫琼呢果真就成为了呃奥斯卡历史上第一个呃这个呃获得奥斯卡的女主角。呃，她的感言呢满我个人觉得感言很奥斯卡，就是曾经的奥斯卡。我看了多一半奥斯卡的这个这今这一届的，呃，二零二零二零二一。 二零二二就完全变味了。他当时的奥斯卡紧跟随着从黑人命贵所引发的，包括美国大选所引发的一切这些因素都在其中。但这一次奥斯卡，呃，因为前面在去年的奥斯卡有这个史密斯两个黑人之间出现了暴力冲突之后，结果这一次奥斯卡上你很少看到黑人颁奖的里面有一些黑人很有名的影星。 而现场坐在那里的，跟整个他的他的节目的安排，你又看不到黑人名贵消失已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亚裔人，这是真的。那这个他所演这个影片呢，呃，十一项提名，七项获奖，那包括最佳的女配角、女主角，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所以就走就走掉了一个呃最佳男主角。 而最佳最佳男主角呢，是原来好莱坞的一个影星，后来他的事业衰败了，然后这一次又重新崛起了。所以奥斯卡的整个颁奖的故事呢，给人的感触就是，呃，有所改变，完全有所改变。他那种改变的概念，呃，有点像回归原来的氛围。我们只能从表面上看。所以杨紫琼是在这呃这种背景之下去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感谢了他，他是马来西亚华人，但是他直接讲说他的影视业是从香港起来的，所以感谢了自己的母亲。那他自己又是六十岁的女人，他说所有的女人，你不要听他们说，你你的事业巅峰过去了，你永远相信自己，实现自己的梦想。然后呢，呃，他同时代表着一种亚洲，就是亚裔影星的步入了奥斯卡这么一个氛围。 这是一个挺令人感触的故事，一种个人的奋斗，感谢了母亲，感谢了他培养他的地方。那、呃、里面确实，你说没有政治因素吗？呃，可以可以给他跨成政治因素，但你说他有政治因素吗？他又回归到一种相对很传统的东西。在奥斯卡同时出现的雅裔的内容就是甄子丹，那、呃、甄子丹呢，他在之前。 他作为奥斯卡的一个特约的一个演讲者出现在奥斯卡现场，但是呢，他面临的压力是超过十万人签名，要求奥斯卡把他的演讲呢，把他的发言给他 DQ 掉。原因就是之前他成为了两会的人大代表，在采被采访的时候，他说二零一九年的反送中的运动呢，香港反送中的运动呢，是一群暴徒，不是不是一种正常把他们描绘成暴徒，这样就是。 呃，手榴弹，呃，手榴弹炸茅坑，激起民愤了。所有，呃，支持香港运动正常人都去反对他。然后王丹在这个网络上，呃，掀起了签名，要求奥斯卡把他的名字去掉。然后王丹自己来到了奥斯卡的现场场外进行了抗议，但现场的奥斯卡的委员会呢，并没有去掉他的演讲。所以这是一个很对、很对立、很对立的东西。 就是奥斯卡似乎在回归他原始的，但是面对中共的压力的本身呢，又并没有去把这个为中共添砖加瓦、成为中共的走狗的这么一个人，出卖了自己香港人的这么一个人，又并没有把他电把他的演讲给他去掉。这里面可能说奥斯卡在远离政治，你可以这么说，在远离政治，在远离政治的同时的本身。 他在试图把自己放在原始的中间的位置，但是这正义、邪、善与恶呢？它是对立的，它是取决于生命基础的。当这个生命基础没有的时候，大家看到的其实就是偏离了真相。有另外一个电影《长春》，长春是加拿大送交的，那他去到奥斯卡，在奥斯卡提名竞争当中呢，竞争了最佳影片，呃，最佳外国影片。 最佳动画片、最佳纪录片，结果在在最佳纪录片跟最佳这个呃外国影片当中，他初选就落选了，但最佳动画片进入了啊，最佳动画片进入了决赛。他就是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而从长春这个地方，当年一些长春的法轮功的修炼者插播了中共的电视来播出事情的真相。 他透过动动画片的方式演述这个历史的故事，这是一个真正信仰者的故事。但这个影片在现场有播，因为它是四个入围最后决赛的影片。那最后呢，他并没有选，并没有选择这个。但这是我们看到的与信仰相关的、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相关的，真的进入了最终的决赛，在现场的播放了。 它一个片段，呃呃，整个故事就这么个故事。那这个影片呢，它的纪录片跟它的最佳外国影片呢，是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因为啊、呃，好莱坞是被钱金钱堆砌起来的。那拍摄影片的人和导演，我个人都比我个人都认识，所以他们没有那么大的钱财去支持这样的，所以他们靠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完全真实的故事，用他们自己。 生命所画出来这么一条线，走到了他最后的奥斯卡的这个这个这个评奖台，但是呢，他并没有最终并没有获胜，这就是一个非常感触的东西。呃，你说他是政治的，你说他不是政治的，你说奥斯卡今天在到底在走向哪个方向？人遭受迫害，因信仰遭受迫害，你说迫害者一定是政治上最邪恶的，以政治的名义。 但信仰不是政治，所以而好而好莱坞也好，奥斯卡也好，正是经历过三年政治非政治的这样的转变的过程中，却走到了今天。所以我愿我个人不好给他下结论，更我觉得更恰当的地方就是美国社会在出现根本性的回归跟转型，但它的回归呢是有条件的。 他曾经遭受了那么大的迫害，就是这个社会出现了那么大的改变，呃，从黑人病贵到美国大选，到我们看到的疫情，一直到乌俄战争，所有的事情就在习近平当选为这个国家主席之后，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就突然就改变，而且从新闻的角度令人非常的感触，所以我愿意把它解读成二零二三年的春天。 大家看到一个整个人类社会出现转型，暗含着回归的味道。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